好了。什么来着？어려워还有什么？还有멍청이，还有바보。对待已经到底戒不掉的情绪，是我过于沉迷恋上你，曾爱过的痕迹。这是个冷笑话，等一下。你第一次睡的时候感觉什么？等一下，你戳着我笑点，咋的？你问清楚吗？你说，真的很可笑。你们真的是，你要什么牌？你好，我是鞠婧祎，还在加班的朋友辛苦了，祝大家春节快乐。假期还要加班，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过年呢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忙碌了一噔噔，我亲手做的，尝尝。哎，我捡到一把枪，要不要？给你。好了，让他辛苦了。收紧。今天能够回到家里，尝尝家里人做的饭菜，特别想回到小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过年美食呢？好了，不多说了，打过来主要是想祝你春节快乐，新的一年能够开开心心。最近有啥？我一般会刷到那种，就是，一些什么，就是你有些第一名这个奖杯会不会一直像以前一样笑着拿着这个奖杯？但是我现在非常的想哭。冷静。Hello， 大家好，我是鞠婧祎，很开心能够成为全球一亿玩家都在玩的吃鸡手游《终结者二：审判日》的形象代言人。这次我将挑战自己，以游戏中的各种造型跟大家见面，还有神秘有趣的 TVC， 请大家多多期待吧。最重要的是，呼吸。
一个风景好、空气好的地方。你喜欢什么宠物？猫。自己有养吗？养过。如果用小动物形容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猫。什么样的猫？傲娇。你话中意我，我都中意你。你话中意我，明知我中意病。你话我超白。Thank you.